联名商品就两款，就是要必须要抢购，不是选购而已，就是要抢购了。就是我们身上的联名橘子 T 跟橘可爱的橘子抱枕。这次的联名主题就是跟 Innisfree 一起联名，他们这次有一个新的系柑橘系列，然后我们就是以这个为发想，所以做了这个橘子，这也是他们的图案吗？它是从四月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有陆续合作这个韩国的汉拿山柑橘。汉拿山，然后这个就是从汉拿山来的橘子。微笑感的笑脸，它背面是有 Hello 乘以 Innisfree 这样联名合作的限定，然后旁边有个小标 Hello 的小标，就是我们是居家床包组的 C40 织金舒棉的床，就是床组的布料是很亲肤的材质。对，这个橘子抱枕它收到的时候会是真空包装，然后所以大家不用怕就是出货的时候占空间。然后剩下衣服这一次就是这个也是联名的款式，然后有做了三个颜色，就是想要今年流行色，然后又是夏天一点颜色。对，这个黄我觉得很可爱，它有一些你的菜的不一样，菜的是有点柠檬味，都不一样。你的也不一样，你的橘不一样。如果想要跟橘子抱枕一样颜色，就要买我的优格黄。对，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的优格黄，可爱的这样子，一模一样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标语，刚刚它是写什么 ？Every summer comes with the feeling of bright。是跨界联名，也是 Innisfree 第一次在台湾尝试不同的品牌联名，我觉得非常难得有这次的机会。对，然后也是跟我们很喜欢的。